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比妹。又到了礼拜二的时间，这次我们来做健身环，但是做成迷你版的，材料非常好取得，去五金行就能买到的橡胶条，把它剪成一小条，再粘成环状，结合处就用灰色粘土盖上，刚好做成握把的样子。健身环大冒险这游戏我玩过一次，是去亲戚家玩的。这游戏一上市我就知道我不可能玩很久，游戏只要是建立在运动上的都不可能很好玩。我自己就有买一款 VR 的拳击游戏，玩15分钟就会气喘吁吁，因为要闪躲还要深蹲。说真的，说实在还蛮好玩的啦，但感觉就像真的面对面在打拳击，但玩一次就会死掉，所以我大概一个月玩不到一次。现在健身环到处缺货，网络上都在乱喊价，我都不知道打电动的族群那么热爱运动。我之前一个礼拜会去运动中心运动两次，现在都不敢去了，只敢去附近公园跑。我很后悔以前在运动中心用掉太多酒精，因为我有洁癖，要使用器材前我都会喷一堆酒精。现在手边的酒精剩不到100毫升，好心焦哦。好的，回到健身环，最后把这个绑在大腿上的装置做完，我们的迷你健身环就完成了。Mini Rincon 是一款专为又懒又胖又不爱运动的你量身打造的健身器材，直径不超过7公分，只需要不超过一个手机的萤幕大小即可运动，携带方便，可随身带着走，随时随地都可以运动。一起来运动吧，跑起来，感受深蹲之力。好诶，前方有敌人，使出腹肌防御，太棒了。冒险中搜集到的素材可以制作成果汁，补充运动中流失的脂肪。 Mini Rincon 现正特惠只要10元，一手掌握启动运动的细胞。